真的以为自己走得了？又劳烦萧三少费心了。林航景，你到底为什么要走？你此前一直在跟我演戏是吗？演得这么天衣无缝。我为什么要走？难道你不知道吗？你一直都在骗我。我父亲明明半年前就被释放出来了，你却把他关在南院疗养院里。你明明知道我日日夜夜盼的就是我父亲回来，我跟你朝夕相处，你却在我面前装得毫不知情。萧北辰，你还有人性吗？杭景，不是你想的那样，你爹半年前的确已经被放了出来，可是他当时已经病入膏肓，他怕你担心，所以让我暂时瞒着你。我们一起去海都找了最权威的德国医生治疗，本想等情况好转了再告诉你，可我没想到你现在说这些有用吗？就算你编了一千个一万个理由，我爹还是死了。你发誓说再也不会骗我，事实呢？你用我爹的命撒了一个弥天大谎。事到如今，你还有什么理由不让我走？送三少奶奶上车。是。萧北辰，杭景他现在不想跟你走，你干嘛硬逼他跟你走？我再次警告你穆子成，我们夫妻之间的事情轮不着你插嘴。子正，子正，是不是我跟你走你就可以放过他？上车。在你身后，好自为之。日后不要让我在北京看到你。